今年我们会举办许多盛事，从金融、经济、创新科技到体育赛事、文化艺术和美食、好酒以及各式各样的大型国际会议和展览，多不胜数。我们今天正式启动一系列的“你好香港 ”（Hello Hong Kong） 宣传活动，包括免费派发50万张飞机票，欢迎内地和海外旅客来到香港，多走走，多看看，多找机遇。香港特区政府今年在复常的良好态势下，会带领和组织不同的访问团到内地和外国，说好香港故事，推动商贸、旅游和人文交流等。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中心，全面欢迎内地和全球旅客来临。